都要拍。我们现在来，这个是什么？华大泉州校区，出发去泉州。华大泉州校区听讲座，精神一点。美宜家，我是美宜家，嗨，大家好。你是谁？我是美宜家，这我开的，这是我连锁店。Oh my god！ 功不可摧。彼此甘心，其实就如此笃定，总是懂得彼此心情，心里有人可以相信。我征服了。好，我们摄影大哥在这边。就是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穿四件衣服？防汗。没办法。真的很搞笑。小叔，你现在这样走进来，很像出嫁哎。很漂亮，不是，很帅，搞错了，不好意思。OK， 他是模特，大哥，加油！然后我们快迟到了，然后我们就这样，等我一下，今天小叔来了，不然这个可以充当一下。干热的兄弟嘛，好朋友。很新奇，我们组居然会第一组，看来我推进度是有效的。我现在是学校开始，我还在找队友，一切都很新鲜，每一天都在找我队友，每一天都在试图。一开始真的是沉默到不能再沉默的关系，但是慢慢的大家也打开了话匣子，像是认识了很多年的朋友一样。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，更是我们两岸青年学子展现自我、相互学习、共同进步的一个舞台。第一次离开台湾来到厦门参加活动，我其实是很期待这些大家一起留下的回忆，如果还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会再见的。这样在我的心中就默默地种下了一颗期待的种子，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可以再回来玩。这次的活动让我第一次体验到闽南文化的深度，感觉到华大同学的热情，顺便从水蓝摄影师学到不同的拍摄。明天在等着我们，就这样。